这是一般人再熟悉不过的英文授课情况，老师专业热情。Like a crab spread that's mixed with something for crackers or on bread. 换个老师上课，教法或许不同，但这些外师的口音，你能清楚分辨他们是来自哪个国家吗 ？9 8 9 4 Wow, very good. Wow, okay. You really like oyster omelets. 之所以这样问，是因为我们要探讨的菲律宾英文，已非你我刻板印象中的菲式发音，早就跟欧美几乎无差别。是因为除了美国、英国之外，菲律宾已经是世界第三大以英语为沟通语言的国家。I am here. I am Jen. I am 100% Filipino. I think I have my ability to teach. Jen 来自菲律宾的奇尼，嫁来台湾超过10年，曾在台湾私校担任英文老师。 现职 YouTuber， 镜头前自制影片教英文。Hello everyone, this is Jen from Hello Phil Thai。今天呢，就是我们带你不知道的菲律宾语言。一口流利的美式英文，奇尼的英文养成就是来自菲律宾。他说，身边有许多相同背景的非国英文老师在台湾教书，无奈英文讲得再好，台湾人对非国英语教师的传统既定印象还是浓浓的东南亚口音，让他们的处境。 好为难。Because of the stereotype right here in our country, in Taiwan, for them to keep the teacher, for them to keep the school and the reputation of a good English instruction, utterly say you should not tell your students or the parents that you're from the Philippines. 菲律宾作为全球第3大的英语国，近年有越来越多台湾人直接飞到菲律宾当地去学英文。 光是台湾，每年就有大约1万个台湾人到当地去学英文。Okay, Tiffany, what is your happiest moment? 这堂课上的是基础英文对话。从菲律宾宿务来的老师 K 在台北游学代办中心试教英文，希望能吸引更多学生去菲律宾当地游学。We're not native, but we're near native. We have that American, somehow American pronunciation.曾经到菲律宾游学学英文的台湾学生小胖莹，也曾经到纽约学过英文。两者相比较，他认为菲国老师除了发音标准之外 ，CP 值也很高。以4周密集课程来看，在菲律宾1周40小时，包含了1对1授课、交通费、伙食费，价格换算新台币约5到6万元。如果是去纽约游学，1周上课时速减半。 而且多是团体授课，总计换算新台币大约11万元，价格相较菲律宾贵了2倍。英班英语课程它基本上就是综合的听说读写课程，在发音课程的部分，老师他自己的咬字就是非常道地的美式口音，甚至他都还是会纠正我的。 各个英文字母的发音是不是有错误什么的？第一就是它离台湾近，然后它还有1对1的课程，进步其实会比较快。我去2个月大概就是10万左右，那整体的投报率算是比较高的。一天的话是上5堂1对1，然后3堂团体课。以纯英文学习环境来说，相较于欧美。 菲律宾距离台湾近一些，加上学费负担较小，学子脚步往菲国走，当然也带动商机跟着往这里前进。从2013、2014年陆续成立至今，目前已经有20到30家代办。之前可能啊，大家比较排斥说，哎，去菲律宾这是一个外劳或是比较落后的国家。到现在说，越来越多人分享去学英文。 然后可以选择菲律宾这一块的选项。游学人潮攀升外，更有人直接在菲律宾宿务盖起台资英语学校，迎合市场需求。学校是在一个饭店里面哈，所以里面都会有一些饭店有的设施，像是健身房啊，这是休憩区1对1的教室，目前有15间。这15年下来，我大概都有100天在菲律宾，然后来回台湾，固定会有一个看口。 他们会做周报，然后月报。I was teaching mostly Koreans and Japanese students, and this time there's more and more Taiwanese students who are more attracted to. Probably a third. 统计显示，国际学生到菲律宾当地学英文人数，除了每年1万个台湾学生。韩国留学生人数更达10万人，日本则有8万人。美国政府统计，每年就可创造换算新台币超过100亿元的惊人产值。庞大商机让类似的英语学校在当地就有上百家，其中有9成都是由韩国人开设的。 当台湾、日韩或港澳等进驻英文能力情况下，这股学英文的浪潮只会越来越强。光台湾其实已经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了。那根据一些代办回馈我们的资讯啊，还是在以每年20-30% 的成长率在爆发当中。靠着口碑让非国学英文的热潮兴起，也打破人们对菲律宾教师教导英文的疑虑。寰宇新闻叶思敏、简玉玲台北报道。